人呐，这一辈子值得回忆的不多。我回想起来，我这一辈子倒干过一件事儿，那还是光绪18年。我当时是个五品官员候补，受皇上钦点，让我去当一个7品知县，到河南内城。有人说我傻，我想那傻就傻呗。我还是带着夫人，高高兴兴的走马上任了。这是怎么了？哦，老爷，内城到了。那是怎么回事啊？老爷，那是迎接您的。只有那手眼通天的郑会长啊，才能摆这个场面。这样，老爷，知府大人他说过，内城县呀是一个大县，水陆交叉，商业发达，你万万不可用老眼光看人啊，商人他也有好的。但愿吧。有个补缺实属不易啊，还是平平安安的好。好，好，好。我呀，早就有耳闻，这个郑会长啊，已经挤走了4任知县了，我就看他怎么对我了。张大人一路辛苦啊，感谢各位乡亲，感谢大家呀、啊、兄弟实在是不想麻烦各位乡亲呢 啊十分感谢。哪里哪里，知府大人有话，张大人是亲家同知衔正五品知任内城啊，这可是内城的大荣耀啊。啊，哎呀，张大人，张大人，商会受了知府大人的嘱托，特为大人备下了客房。多谢郑会长啊，我这不已经到家了吗？县衙的人都到齐了吗？县丞赵立才，主簿黄鹤林，典史古三，在下典史吴用，众班衙役。参拜大人。大人，请过目。大人，按理应该先到城隍庙斋宿沐浴，明日进衙。哎，大人，您不用去小庙斋饭了，您是正五品呐，是内城的大荣耀，内城百姓无不敬仰啊。休养休养，我也不是一两天就走了，还怕讨不上郑会长和各位乡绅的一杯酒吗？实在是过意不去啊，有劳大家了，麻烦大家了啊。这，张青哥，你不要命了？你我，你说这个商会啊，是真够霸道的，还有一个完整的护卫队。所以你更加要小心啊。哎，这个县衙啊，可是个好县衙。嗯。只可惜啊，这多年不修啊，它荒废了。本来在工部干过，都做出经验来了。嗨，那当然是。哎呀，我有时候想起来啊，我觉得挺幸运的。你说啊，我等来等去，等了个破县衙。
还得修修仙呀！我等了十几年，补了个十缺。你呀，如果再能给我生一个大白胖小子，嘿，三全其美，我感谢上苍了。我睡不来啊，困死了。 家被人点了，郑会长家被人用火点了。这是啊，大爷，这几个刁民就是昨晚烧郑会长家的人。这他们，哦，这是咱商会的护卫队。 也是咱内城的保护神呐，能不能让这几位兄弟先回去？这给点赏银嘛？有困难吗？我给刘大人打个招呼。啊，这我可就不明白了。你说，在咱内城县。 还是这官大呢，还是商大呢？啊！撤！这才是大清国的县衙嘛！啊！ 狗子，你跟本官有仇吗？狗官，狗官，你怎么知道我是狗官呢？这朗朗乾坤，岂能让你们胡作非为？今天，你算是撞到本官的枪尖上了。这内城县来了我张炳涛，我就要断了你们这打打杀杀的念头。狗官。 我死了变成鬼也不饶你，你认识我？呸！你一句一个狗官叫的。好了，你既然想变成鬼，我也要把你变成一个明白鬼。好啊，你看，这布局合理，透着大气，大气啊！ 张大人真是好眼力呀，真不愧为是工部出来的啊！郑会长，我张某有个不情之请啊。哎呦，张大人，您这是折煞郑某。您说，金山银山太阳月亮，只要郑某能做得到的。不不不不，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啊！你看能不能让您这些穿红衣服的兄弟们不要在我眼前晃？ 我是个读书人，这秀才遇见兵啊，他有理说不清啊。啊，我眼晕。哦，这是县衙，总不能在这儿明火执仗吧？郑会长，有什么事儿你说吧。啊，前面那几个烧房的歹徒，张大人如何处理啊？ 你这房子烧得如何啊？啊，区区小屋不足挂齿。只是这性质太恶劣了吧？此言极是。郑会长放心，本官就是要保护郑会长在内的内城县百姓的一方平安。嗯，绝不允许这些大逆不道在内城县横行。嗯，说得好。 有事吗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你在这胡说什么呢？来人！老爷，怎么回事啊？老爷，大太太想吃莲子羹，我就把他弄回去。
别在这跟我丢人现眼！阿弥陀佛！看来啊，新来的知县还是和郑必金勾结在一起。 你的想法太天真了，那是县衙，那也不能看见张青等死啊！要是没了张青，咱们穷人就更没有人敢喘气了。我不去，你们去吧。这是以卵击石，肉包子打狗。前任已经让内城民不聊生了，地皮都刮了几层了，这新的一来，还不是接着刮啊？张青他太不听话了。 听，来不及了，不能让新知县判了张青，郑必金会置张青于死地的呀。那咱们赶快去吧。不要算我，我不去，你要去，你们自己去吧。我真服了你了，该去的走。 山二府的手机，哟，老爷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？今儿是个大喜的日子呀！哟，那喜从何来呀？啊，张青那个愣小子，完全帮我把那个新知县给拴上了。待会儿就要开堂公审喽。都说他张炳涛精明，我看精明个屁！ 三下两下子就让我把他推到那帮穷小子的对立面上去了。哎呀，我真希望张炳涛把张青那几个穷小子给杀了，这样他在内城县衙就待不长喽。内城人呐，谁不在我的手心之中？那是啊，咱们内城县的人哪个不在老爷手中握着呀？嗯。 这可真是好事儿啊！老爷，这唱完了戏，我再陪您喝二两。嗯，好啊，那就快搬上。这，老爷，人都到齐了，就等着您呢。知道了，是。 大胆刁民，本县的权威和尊严。 被你们一把火给烧尽了。今天本县令不打你们，不足以立我大清的神威。我要让内城看看你们的后果，要让内城的百姓要永远记住，这商会是万万烧不得的。我烧，我就烧，我不但要烧了他的商会，我还要烧了你的鸟官衙。我告诉你，狗官，内城得听，不是你一只手。 加上有钱人的一只手就能遮得过来的，老百姓没了活路，不但要烧，还要杀了你这个狗官。这，就是你要对本官说的话吗？是，就是。张青，你要明白，这是县衙公堂，没有人敢藐视公堂的威严。来呀，给我继续打。
赵先生，你刚才转达的是郑会长的意思了。是，他想请您老保南阳知府，剩下的事儿由他来处理。哦，那就可以一举两得了啊。大人，按大清律，烧宅是死罪呀。黄先生，那你的意思呢？哦，全听大人。那也就是没意思了啊。哎呀，这个事儿还真有点不好办啊。你说这个张青，他口口声声的要杀了我这个狗官。哎，要不，哎，咱来个于擒故纵，放了张青，让他有机会杀本官。到时候呢，咱给他来个数罪并罚，一来呢，给郑会长解了这口恶气；二来呢，本官也找回了尊严。你看怎么样？大人，您的意思是放？放？哎，对，就听你的，咱放。这样让内城的百姓看到有一个别样的知县，哎，这也岂不妙哉呀？大人，哎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恐怕郑会长那儿不好交代吧。哦，我说赵先生啊，赵先生啊，这可就是你不对的地方了啊！你想想啊，你是拿朝廷的俸禄呢，还是从郑会长那儿养家呢？啊，大人，小人不敢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一句玩笑话嘛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我看就这样，待会儿由你当堂宣布，释放了张青这几个人。你干啥去？不用你管。盼盼，别胡闹，你的剑术刚刚学会，我怕你有危险。那是因为你，因为你胆小怕事。看看内城的穷苦百姓们吧，张青哥敢用自己的命去提醒，让那新县官知道内城已经被郑碧金逼得民不聊生了。那又怎样？现在在人家的砧板上等着被人宰割呢。那也比苟且偷生的好。你不要去，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让你去的。你松手。不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是让我砍了你的手，还是砍了我自己的手？哼，谅你也没这个胆儿。盼盼。哼，张青哥就敢。老皇兄今日受胆气。老爷，张大人把张青这小子给放了。刚才啊，我是以三两之力化千金呢，我是在考察谁是我最要依靠的。来，夫人你快坐。好，老爷喝茶。哎，老爷，我们出门在外办事还要以小心为妙。对，这小小的内城县衙水深呐。这个赵立才呢，是一心想为郑碧金办事儿，而黄鹤林呢，又处处明哲保身。我是要尽快找到自己人呐。快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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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盼盼，盼盼。哎呀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顾三儿，我真的找张大人有事儿啊！你看我这身份，我、哎，你只要领我进去，一切由我来担着。我不是不帮你，我……哎呀，请吧，请吧，好好好。
先找张大通报一下啊。好好好，通报，我说，我要吃不了你给他兜着啊，咱可不敢贸然。这位新太爷的脾气啊，谁都不知道。就要是把张青给放了，肯定不是按常理出牌。哎呀，古三儿，你就别啰嗦了，赶快去呀！行，咱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张二，哎，快去备轿，老爷要去拜访郑处长。是。夫人啊，我真想看看这个郑俊金呢今天的表现。大人。好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向大人一向可恶。老爷，抓刺客！抓刺客呀！抓刺客！啊！真是报应啊！都听到了吧？有刺客刺杀知县，张炳涛啊，这是自己找死啊！这位啊，是不是来者不善啊？是不是想拿我们开刀啊？他敢？他是个露水官，能在内城待几天啊？对。张青这小子命大，只是大了这么几天啊。要想尽一切办法跟张炳涛结下这个仇啊，张炳涛要是听话呢，就让他多干几年，把养老的银子赚足了。他要是不听话，就让他光着进光着出。好好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张炳涛，哼，我看你到底想玩什么？爹呀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人家已经放人了，咱不能中了郑碧金的圈套啊。都是我没用。真让人看不明白了，这新知县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前前后后多少任知县了，还不是官完就跑？再好好的观察观察。您就是个老夫子。郑会长啊，说的对啊。咱这个县衙呀，那是一个宝啊。嗯啊，过去民间不有这么一个说法吗？说是这个官不修衙，客不修殿。也就是说呢，这铁打的衙门，流水的官儿啊。这衙还没修好，这当官的已经不知道调到哪儿又去任职去了。是。因此上啊，我还真有个想法哦。来来来，咱先喝了这杯酒啊。啊，先喝酒。好，来来来，你们大家都喝啊，都喝都喝，你们要不喝啊，我可不说我的想法啊。啊，嗯，啊，啊，我还真想卖弄一下笔墨。早就听说张大人的书法过人啊，一定要给我们留下墨宝，让我等见识见识。来来来，请请请。我可就献丑了。请啊，请请请。笔墨伺候。请请。找你。天理国法人情，好，好啊！哎呀，张大人真是书若其人啊，佩服佩服！这是张某的为官之道。大人的墨宝，真不愧为是一副旷世佳作。哎呀，这真是空前绝后，一字千金啊！啊，怎么？我的字只值千金？哪里哪里，岂止千金啊，这万金也不多嘛。啊，好。哎，这位先生啊，那是个爽快人。嗯，我就喜欢这爽快劲儿啊。黄先生，你记下了，这幅字儿就卖给这位先生。你可不要反悔啊。哎，要言之有信嘛。啊，
各位也不要后悔，我还准备了其他几张可以任选啊。郑会长啊，你是不是首先选一幅啊？张大人客气，能收留张大人的墨宝是我等的福气呀，我马上派人给您家去送银子。好，不过这银子嘛，就不要往家里送了，送到县衙好了啊。这件事儿跟家里无关啊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我调到内城来，那是跟内城有缘呢。我在工部干过，我深知道咱的这个县衙那是一块宝，可就是破落凋零啊。我很想给他修缮一番，可惜咱这个县里啊，他没有钱呢，百姓呢又是这么穷苦，我才出此下策，还希望各位多支持啊，咱们共同完此大业。郑会长，你可给我们做主啊。在内城跟咱们斗，内城先后几十任知县，哪个离开过咱们商会啊？你们给我记住了。好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自有办法。郑会长，我们大家全靠你给我们做主了。啊，该出的钱先出了啊。是啊，6万两啊。谁让你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致呢？6万两了。你们都不是为了自叫好吗？啊，现在出事了，怎么都把事情推到我一个人身来了？啊，你也出的太多了。我是招惹谁了？这是都怨你。6万两啊！算了，这话都说出去了，水都泼出去了，能收回来吗？用脑袋想一想。大家先回去准备钱吧。啊，这钱给了他，也等于把他给拴上了。哼，一群只知道吃饭的东西。咱们是内城商会，谁也别想打内城的主意。先生不挂呀？先生善何法呢？您是新到内城的吧？看着好像有些面熟，咱们在哪儿见过吗？先生在这一带那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啊。先生是？你猜。请先生随便写一个字。门里出头你是官，内是内城。哎呀，张大人，望大人见谅。我是专门来找你的。我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呐。哎呀，大人何足挂齿啊。哎，我本是一介穷书生，一个没用的人，还能让大人这么惦记着，真是折煞我也。我想跟你啊交个知心朋友。哎呀，大人不可不可呀。我为什么？大人，内城的情势可不比其他地方啊，这儿的老百姓都受官累受怕了，不能与官交友。哎呀，大人呐，真是一言难尽呐。杨先生，我是诚心诚意的想请你来辅佐我呀。现在县衙里的人都是前任留下的，大部分人都和郑必君和他的商会有关系，即使无关也是惧怕商会。我想请你和张青来帮我，我看你和张青啊无所惧怕，跟他们不是一路人。杨先生，
你是个读书人，你总不会想看见这一方百姓被个别小人鱼肉下去吧？我也不想让你们看见，成了一些人的摇钱树，也成了一些人的乱坟岗啊！张大人，我要修牙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我要立起一个堂堂正正的县衙，让老百姓们看见县衙有一种踏踏实实的感觉，让老百姓们知道他们的主心骨就在这县衙里。这给我累坏了，夫人。跑了这几天呢，在内城啊，我算找到当官的乐趣了。哎，你看看啊，这么好的一个基础，这能成就一番事业。我要让内城在我的手里变成一个百姓安居乐业、农桑享誉中原的风水宝地，我要把这个内城的县衙给它建起来，给内城的后人们留下一个永久的印记。老爷，你已经有后了。对，这内城县衙啊，就是我的后人呐。你看我把这个内城县衙当成我的后人了。爷。嗯。怎么，说的不对吗？我是说，我又有了。你有了？嗯。真的？真的。夫人，快起来！你真的有了。夫人呐，你得受我张某一拜呀。老爷。好事成双了，这好事成双了。好事成双？啊，什么成双？夫人呐，让内城留下张炳涛的印记吧。有你和咱们的孩子，我就不孤独了。再有啊，我也找到了帮助我治理内城的帮手了。有了他们，我也再也不怕赵立才他们了。老爷，你可要多注意身体呀，县衙可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。有你在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。我真想早一天见到咱们的孩子啊。老爷，这事儿可急不得。对，这种事儿啊，急不得，这种事儿啊，急不得。内城的百姓住在这宝山上，却靠不上山。他们多么希望有一个能为他们当家做主的父母官啊！我不想做内城的匆匆过客，也不愿做权力和金钱的走卒。我要让这铁打的衙门成为内城百姓的靠山。我愿意把内城当成我的故乡，与内城的百姓共荣共耻。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张大人，恭喜恭喜啊！同贺同贺啊！要没有各位的鼎力相助，也不能半年之内就建起这夫子院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张大人，今天可是内城之大局呀！官民同修县衙，这可是要千古流芳的呀。各位尽管放心啊，等咱县衙的修缮全部完成，我一定要立一块碑
把各位的大名啊，那全都刻上去。嘿，到那个时候，各位在内城，那才是风光呢。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呢，你们在内城啊，那都是有钱人，这老百姓啊，也不一定都十分理解。可是你们今后这大名刻到这碑上，那可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啊！张大人真风趣呀！啊，为政不在言多。虚兮兮从醒身克己而出，当官要持大体，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。哎呦，张大人的气魄令小的们真是五体投地呀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不过张大人，我看这房子的这个建筑风格不太像我们中原的，倒是有点像你们江浙一带的样子哟。郑会长有眼力，说对了，这正是我家乡绍兴的建筑风格。张大人真是把内城当成自己的家了啊！我说过，我要在内城啊干十年。十年？怎么，郑会长不会不欢迎吧？哪里哪里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呀！啊，我请了一位师爷，跟大家见见面。哦，是从浙江带来的吧？张大人的家乡是出师爷的地方。杨先生，出来跟各位乡亲见见面吧。各位乡亲。在下有礼了。怎么是你？今后大家有什么事儿啊？多和杨先生沟通一下啊。怎么是他？怎么是他呀？你这个蠢货！我给你吃，给你喝，养了你大大小小几十口子，啊，就让你这么没头没脑，让我被他张炳涛侮辱吗？你说，你给我说，一点迹象都没有。他要问我监督收象牙，他这几天一直在外边跑，都不带我们这帮老人。嘿，你还有脸？老爷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是你舅舅，你为他负责。哼，叫人骑在我的头上拉屎，我郑必金还没受过这个呢。老爷，哎呀。老爷，他一个小小的知县，偏把他放在眼里。舅舅他也是无能，一个小小的县令都看不住。老爷，您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我准备了一出新戏，想唱给您听听。我今天心情不好。听了这戏，您心情绝对好。好个屁！赵立才，我问你，那个杨东升什么来头？他是一落魄书生，以摆过摊为生，家里有个闺女。人长得怎么样？听说很漂亮。好，马上给杨家送彩礼。我要娶这房十四姨太。你还死在那儿干什么？去呀！我带你去。帽子。等一等。回去之后，告诉县衙的弟兄们，不合作。用行动告诉那个浙江人，内城人不欢迎他，让他走，明白吗？我马上去办。你这个舅舅怎么这么傻呀？啊！哎呦，老爷，那他再傻，不也是我的亲舅舅不是？哎呦，你这个傻舅舅，能有我这个小宝贝儿一半聪明，我该多省心呢。嗯。那老爷，嗯，你要是有了十四太，你可别忘了我这十三太忘了。哪能哟，我的十三太呀，你永远是我的小宝贝儿哦。
对不起了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请吧。哼，杨东升，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不管是敬酒还是罚酒，杨东升都不怕。哎，你，哎，爹，这是杨小姐吧？哎呀，这可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！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来提亲的，这是聘礼。提亲？嗯，就是咱内城的郑会长。郑会长，你……哎，这……请稍等，我向老爷通报一下。哦，有劳二爷。请吧。哎，好的。啊，杨先生啊，大人，哎，你今后啊不要那么客气了啊，到我这儿来啊，你可以长驱直入。哎，你是我的师爷啊。不敢。这么急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大人，郑碧金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来了，他要娶我女儿啊。有这个事儿啊？这个混蛋。还有大人，你要当心那个赵立才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啊，杨先生。大人，我替张青这孩子向您道歉。他的伤全好了吧？孟您惦记着，这孩子太鲁莽了。血腥汉子嘛，都这样。他呀还想找我算账呢。啊，这孩子做的畜害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贱内，这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那个杨先生，今后是咱师爷了，还不见过礼。见过杨先生。哎呦，不敢不敢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们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太客气了，来过来喝茶。哎，坐吧杨先生。哎，坐呀，坐坐坐坐坐。来，你喝茶。哎，杨先生，不怕你见笑，我的家境不济啊，没有好茶招待你啊。该吃饭了，您看图纸都已经看了一晚上了。这夫人不说啊，我还真给忘了。这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啊。你也不是外人。你吃饭了没有？哦，谢大人，我吃过了。那咱可就不客气了，咱边吃边聊啊。来，你喝茶。好好好啊。哎，您来，夫人。张大人，您这是夜宵啊？不，这是正餐。我家老爷天天在县衙泡着，事无巨细。大人，您就吃这个呀？杨先生。哎，你也尝一块这红薯啊。好，杨先生啊，我发现啊，这内城啊不种这个东西，这是我特意托人从开封给捎来的。这可是个好东西啊。它对土质要求不高，可是产量高，什么时候都能吃。哎，你啊转告张青，我还想求他办件事儿。大人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我这就让他来给您负荆请罪。杨先生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哎，我是想啊，建一个普道营，让这个张青负责，就是和郑碧金呢，就互为对，对抗一下。这内城啊，总应该是大清朝的内城啊。张大人，您。哎呦，张大人，哎呀，张大人，哎呀，张大人，大驾光临，令寒舍蓬荜生辉啊，真是对不起，让您久等了，请请请。多有打扰，多有打扰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专门请都请不到，快请快请坐。啊，郑会长啊，
我听说你这戏唱得不错呀。哎呀，乱传的。既然我来了，那给我唱一出吧。哎呦，大人见笑见笑。哎，我呀是个浙江人，对中原的文化那是知之甚少啊。啊，让我长长见识啊。那就唱一出。唱一出。好，张大人亲临寒舍，让郑某不胜荣幸，那就唱上一出。十三代，哎，见过县太爷。见过大人。这位就是你第十三位太太。见笑见笑，县太爷想听戏，快准备一下办上。是。哎呀，我呀是受人之托，是来说事儿的。这哦，我说嘛，张大人不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还求郑会长啊，高抬贵手啊。我这个杨师爷的女儿啊，她许给我捕道营的营首张青了。你看这，捕道营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我没跟你说过？不会呀，怎么？我待会儿啊详细跟你讲。咱这个戏还能听成吗？听戏啊，听戏。请大人请。心又飞到哪儿去了？太太，谁不是戏中之人啊？欺人太甚，有仇不报，非君子。各位乡亲，管家你好。杨先生，你看，儿啊，把咱带的干粮给这孩子们分分。大人，大人，监视古三，拜见大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大人，小大家就是这个村的。哦，那就太好了。电视啊，你把我们带来的红薯秧啊给这百姓们都分分啊，教他们要学会种红薯。哎，这个红薯啊它是个好东西啊，啊一定要种活。而且它的产量非常高，这个事情由你全权负责啊，不然我可拿你的人头试问。大人。哎哎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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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大人。啊啊，过去我听说有关红薯的谚语啊，那在开封啊听多了啊，什么一颗红薯一把灰，这小窝啊能接一大堆，这说明啊产量啊非常高。还有什么当年的红薯来年的粮啊，这红薯啊可就是保命粮。是啊，大人。好，以后啊，凡是重大节日，要告诉乡亲们，让他们传出去，就说重大节日，这个县衙和商会都会放粥给百姓，让他们一定要去。
来客人了。老人家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大人，他的老伴和女儿常年染病，相继去世了。可郑碧金还不放过他，逼着老人家还债。这不，郑碧金的手下又来讨债了。他也是在抗债呀。那怎么办呢？没办法。大老爷，救救你，救救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吧！儿啊，我让你带的银两呢？老爷，拿过来。老人家，这点银子拿去还债，再买点粮食回来啊！大人，你顾三儿，张大人自己吃的都是红薯菜粥，他没有钱，你不能让他掏钱。老爷，老爷，乡亲们。我们有更多的钱接济大家了，我对不起乡亲们呐。老爷，杨先生，以后要告诉百姓，这丰收的时候要备粮啊。以后咱们衙门也多备些粮食，以解决百姓急需之用。啊，是大人。新政则世道政，这才是为官之道。敬德而聚也，能静必有德，德以治民。还有一句话是树德勿滋，险恶勿本，能以大德居天下，这天下才安呐。不知为什么，跟在大人身边呢，老是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。哦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夫人生了，夫人生了，生了，给您报喜，夫人生的是公子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是小子。哎呀，感谢上苍啊，感谢上苍啊！哎呀，我是没有辜负家父的养育之恩呐。杨先生是不怕您见笑啊。我从小是深得父爱，就怕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啊！这下可好了，生了个小子，生了个小子！给大人道喜，给大人道喜呀、啊！这天下太平啊，则心想事成，也是咱内城之大幸啊！这内城啊，是全靠你们了。要是没有你们啊，我是什么事儿也干不成。哎，走啊！哎，跟我看儿子去啊！走走走！你就看看你怎么了？哎，古三儿，来来来。好，下一个了。来来来，别慌，大人，不要紧啊。怎么回事？老太太晕了，可能是饿的。老太太，不要急啊，有你的粥喝，怎么不让孩子们来啊？儿子，儿媳妇。把我赶出来了。我听说
县太爷，方舟，我饿呀，我想来要碗粥喝。老太太，有你的粥喝啊！请老太太到衙门里。是大人。大人，您这是？今天衙门请老太太吃饭，明天传他儿子儿媳妇过堂问话。我问你们，为什么不赡养你们的老母亲呢？啊？是他，他不该。没出息的东西。他说的话是真的吗？老东西没有用，养活他，还不如喂头猪。混账话！本官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你们到底养不养你们的老母亲呢？那你们可不要后悔。绝不后悔，大人，你行行好，把老东西安排了，我们给你烧香啊。大胆！这是县衙公堂，岂能容你们随意走动？跪下！本官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啊，老人家，你还记得你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他有多重吗？他个子长得大，生下来的时候有七八斤呢。哦，好，七八斤重，咱就算五斤吧。啊，虎三儿，你去把肉铺的老板请上堂来。见过大人。好。这个人的娘生他的时候呢，有七八斤重，可是现在他不认娘了。你从他的身上给我割下一块五斤重的梨娘肉下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不快动手！饶命，大人，大人饶命！别别别，别割我，割我的！大人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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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饶命！大人，饶命！别割他的肉，我们一家可真的好，他活的，你要把他给割了，我们全家都这么活呀！是啊，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我们还有个吃奶的孩子，我们养，我们养还不成？大人饶命！饶命啊！此话当真？当真？当真。你们就不后悔？不后悔，不后悔，一辈子也不后悔。好，孝敬老母，早晚问安，活养死葬，不得违抗。如有怠慢，小心皮肉。是。下去吧。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呀！老人家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，回家去吧。什么？走开！什么？来，走开！来。谁呀？这么胆大妄为！老爷，她就是杨东升的女儿，杨盼盼。哦，果然模样不错呀！带回府去。快点！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把他们押回衙门！什么？敢抓我的人？真的，人都在县衙牢里关着呢。嘿，养你们是吃屎的。哼，给我脸色看，我要你鸡犬不宁。找几个人来，把杨东升的女儿给我抓来。啊，这个人我取定了。兄弟们呐，不是老哥我在挑拨呀。原来的孙志县孙老爷什么事儿都带着咱们这帮弟兄，
吃香的喝辣的，对吧？看看现在，他县太爷出巡只带着张二、杨东升，咱这朝臣子还待见过谁呀？啊？是啊，谁说不是啊？就是就是。兄弟们，这是郑老爷赏给大家的，每人一个，都有，来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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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是今天来明天去，可那乡亲却要天天年年地守在这个地方。各位兄弟，想想吧，啊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替您的何大人。大人，张大人，张大人不在，你赶快过去看看去。怎么了？东市的佃户是全被人砸了。是鱼死网破的时候了。嗯，我不会忘了你的。张炳涛死了，对你我都好。我明白。哎，夫人呐！啊，孩子醒了。哎呦，我看看，宝宝，娘抱抱啊！真可爱。哎呦！夫人，大人还没回来吗？还没有呢。那我帮他找回来吧。谢谢你啊，赵先生。快去救救你吧！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没有救人哭，何来新人笑？从我开始到你十三太，朕毕竟中间的是一个姨太太，谁知花落何方？你已经死了，但你自以为还活着。可是，谁不是在死着呢？要是得不到的东西，谁也别想得到。老爷，老爷，你来干什么？
我来帮您劝劝他呀，这强扭的瓜可不甜，他要是乐意了，自然是好事一件呢。好吧，快点儿。哎，哟，妹妹，何苦呢？啊？宝宝，宝宝想不想吃饭呀？喂，想不想吃？嗯，想吃娘也不能给你吃，咱们要等爹爹回来一块儿吃，是不是啊？啊？哎呦，好娘抱抱啊！啊，抱抱抱抱！哎呀，抱抱抱抱抱抱！你们太过分了！朗朗乾坤，碰一个商人，能把我一个诗仙扣下，我谅他们也不敢。展开，县太爷。哎呦！反了你了，嗯？老爷，知县大人来了。知道了。委托我再收拾你，十三太，给我看好了。哎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你们的护卫队很猖狂啊，有些事儿你得跟我说清楚。啊，误会，误会，请请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为你，也为我自己。快，把香桂包围起来！这外边挺热闹啊。你就不怕？怕，怕我就不来了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我不是为我自己，我为的是我这身后的黎民百姓。哼，捐官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把捐官的钱更多的拿回来吗？我给。你给。你给不起，哼，能有多少？我可以多给你10倍，20倍。你给不起的是我一个大清朝知县，上对朝廷的忠心，下对黎民百姓的良心。算了吧，别装了。你可以一时不贪，你不可能一辈子都不贪吧？不贪。你们当官的吃什么？我吃朝廷的俸禄，我吃对大清国的责任。哼，可笑啊，太可笑了。快快给我拿下。把张明心抓起来，走。是你，张龙哥，张龙哥。我可以，可以。为你死了。张龙哥，张龙哥，张龙哥。张龙哥，
秀英，我孩子来看你来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孩子抚养成人。秀英，哎呦，我的儿媳妇！ 大人，请。法行无亲，令行无故，赏夷为重。 罚夷为轻，好啊，好联儿，秉涛啊，你可真是大手笔啊！大人见笑了，这民以标而固亲，这官衙啊，就是老百姓的一个定心丸啊。咱有了这堂堂正正的县衙，就等于老百姓有了个靠山。 这是你写的？哦，不敢履前人之美啊！这是本朝康熙年间内城知县高义勇所撰。得一官不荣，失一官不辱。勿说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。 吃百姓之饭，穿百姓之衣，
莫道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。是啊，哎，这要没有老百姓，咱们这当官的给谁当去？是啊，为官之道还是以和为贵，以大清立志，你我都永远不可能在这儿为官。大人所言极是。大人呐，我并不想在这儿养老送终啊，我只是想用这县衙，向内城的百姓表一个决心。我想在这多干上几年，以一个内城人的心来干内城的事儿。我不想流芳百世，我只想让一方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大人，我张炳涛候补十几年，没想到有一天会补上个实缺，可我一旦补上了，就要干出个样来，让我的祖上和后人们永远记住，张家有一任知县是个好知县。炳涛啊，明着跟你说吧，上面有人给郑会长说话。大人，我本想在这儿多干些年，但是只要把郑必军给办了，两年三年，我只是当是十年，只要对百姓好，只要百姓得到安宁，我愿意头上的顶戴花翎换取一方百姓的太平啊。大人，炳涛啊，还是带着你的顶戴花翎为朝廷为百姓多办点好事，至于其他的由我来处理。谢大人。程比坚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姓张的，算你狠。这天理、国法、人情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可是你就是不知道收敛。知府大人没来过。来过了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一切就这么完了。人这一辈子的路是自己走的，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吧。好，咱们来世再斗。好。我见老宋王爷罢免。一任就干了九年，按照大清吏治，这一任是三年。可是没办法，老百姓非让我在这干不可。老百姓总算是安居乐业了。
夫人的死确实让我感到心痛，像摘了我的心尖儿。我从内城卸任以后，又去了临隐、中牟，最后回到了开封。嗨，没办法，只能靠卖字为生了。虽然清苦点儿，但心里却踏实了很多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这一辈子没干过亏心的事儿啊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。这位先生，哦，张大人，我是内城人啊。内城，内城人永远忘不了张大人。哦，谢谢内城，谢谢内城的乡亲们呐，啊。你们我是内城人，我也是内城人，我也是内城人。谢谢，内城是我的故乡啊。张大人，如若不弃，请允许我代表内城的乡亲们说一句话。起来，起来啊，起来讲话。张大人一生两袖清风，实在是做人之楷模呀。我愿替内城父老乡亲为张大人养老送终，我愿接老大人回内城，回老家。谢谢乡亲们了，啊，我张某何德何能啊，我张某何德何能啊。没想到我最后的养老送终会是在内城，这老百姓啊，那心里可是有杆秤啊。哎，你说这为官从政要时时想着老百姓，可这老百姓两个眼睛可是盯着你呢，知冷知热的还是这老百姓。酒是在内城的水酿的，你喝了它，您就是咱内城的人了。好，好啊。谢谢乡亲们，谢谢乡亲们啊。我在这儿待了九年，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，还请乡亲们
见谅啊！大人。乡亲们，快请起，快请起啊，请起啊！百姓的意义。